各位长江商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线上的长江大讲堂。今天我想来的同事们、来的朋友们对长江都有所了解，所以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在此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冠肺炎爆发以来，长江商学院师生员工为社会所做的一些贡献。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江院商学院很多教授在全职加入长江商学院以前都曾获得过世界级大学的终身教职。疫情发生后，他们对疫情发展所产生的宏观经济的影响和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发表文章和在线直播的方式与社会分享。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校友积极响应学校的倡议，以企业家特有的领导力和执行力，积极调动世界各地的资源，驰援武汉，驰援湖北。最近呢，随着疫情的变化，校友们的救助活动又从国内转到了国外，向很多国外的医院捐赠那里所需要的急需的各种医疗物资。我今天得到的消息是，现在最新一批由 EMBA 31期校友捐助的防护服、护目镜、N95 口罩，此时此刻正在发往全美的四个大医院。长江商学院的师生校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各地践行着全球担当和无公益不长江的承诺。借此机会，我想代表向兵院长和学校，向在世界各地为抗击新冠做出的贡献的所有的同事们、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祝大家，特别是那些还在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的校友们和朋友们健康平安。疫情爆发以后，学院把课堂从线下搬到了线上，今天呢，我们又把讲堂从这个中国跨到了全球。今天呢，是我们首次中英文双语的全球直播，所以有可能呢出现有些问题的话，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为了今天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在短短的时间里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向各位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特别感谢新浪财经、微博教育、腾讯新闻和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对本次活动的支持。大家都知道，3月9号，国际石油价格从年初的每桶60美元腰斩到30美元。本来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全球股市雪上加霜，触发了美股多年以来的首次熔断。这几天的行情继续大幅波动。国际石油价格暴跌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有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曾经执掌过中石化、中石油两个世界级公司的傅成宇先生为我们分享。相信今天参会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他是傅总，但是呢，他在长江有其他的称呼。他的第一个称呼呢是傅班长，因为他2006年参加了学院举办的首期 CEO 班，在班上任班长，虽然他是正班长，所以但是他因为姓傅，所以只好叫他副班长。那么他同班的同学呢，还有马云呐、江南春呐，这些大家很熟悉的企业家。那么从去年开始呢，他在长江又多了一个称呼，叫副教授，因为他去年成为长江商学院的管理实践教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给我们的中外学员用中文或英文都上过课，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么顺便说一下呢，今天的讲座呢是副教授和我来进行，主要是副教授讲，但是今天呢我们俩谈的观点呢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不代表长江商学院，也不代表任何机构，好吧。那么下边呢就请傅成宇教授为我们讲，他讲的题目是国际原油震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请傅教授。谢谢周建柱。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年3月5日，第八届 OPEC 和非 OPEC 部长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要确定 OPEC 加在原来减产协议的基础上，每一天再减少150万桶。那么这个计划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这就标志着持续了三年多的 OPEC 加联合减产合作画上了个句号。受此影响，3月6号国际油价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每桶跌下 4.72 美元，跌幅达 9.4%， 创2017年6月以来的最低。西德州轻油就 WTI 每桶跌4.62块美元，跌幅达 10.1%， 也创了2016年8月以来的新低。3月7号沙特开始大幅下调4月份出口的官价，调整幅度达每桶4到7美元，为20年之最，远远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接下来又多次宣布将要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增加到1000万桶、1200万桶，甚至到1300万桶。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他们宣布4月1号开始提高到1200万桶。那么加上新冠疫情逐渐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爆发，导致美国的股市四次熔断，多股力量的叠加，反过来又推动了国际石油价格一泻千里。3月30号布伦特油价跌至了每桶22.76块美元，与年初相比跌幅达 64%。 那么 WTI 油价跌到了20.09块，盘中曾经一度达到19.48块，也是历年来第一次突破20美元。那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油价的走势图，这是几十年，我们看看现在的油价几乎就是断崖式下跌，而且还走到哪儿大家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油价暴跌背后第一个也是最基础性的，那么这个大跌呢引起了国际的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种在这种大背景下呀，那么我想呢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石油走势的观察和分析。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就重点从两个方面来谈国际石油震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个呢就是石油价格战背后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油价对全球石油工业及全球经济的影响。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我要重点讲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和周院柱我们两个通过对话来完成。那么所以呢我就重点呢讲一讲石油战背后的深层次的这个原因。从价格战爆发到今天大家看到的油价断崖式下跌，其背后有四股主要的推动力量，这就是国际石油工业自身发展和石油工业供求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第二个驱动力量就是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第三个推动力量就是沙特和俄罗斯各有自己的考量和逻辑。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冠疫情对在背后起到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个油价暴跌以后啊，
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是什么？它具有非常基础性的、长远性的、可以持续发挥作用的驱动力量，根本上来说就是石油产量供大于求，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的严重失衡。那么这个严重失衡呢，主要是体现在了美国页岩油技术突破以后，使美国页岩油产量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那么页岩油呢，和传统油不一样，那么过去呢也有这个储量，但是全世界既不把它当资源又不把它当储量，是因为开不出来。那么由于这个技术的突破，使全世界的石油储量增加了4189亿桶，其中呢有20%是在美国，有1940亿桶，可以开45年。那么美国08年突破，2011年页岩油产量开始大幅上升，那么到2019年，美国的石油产量每天达到1223万桶。那么这其中的70%，就860万桶每天来自于页岩油，使美国一跃成为超越沙特和俄罗斯的世界石油生产第一大国，实现了能源独立。页岩油气开发改变了全球石油工业的传统游戏规则，使石油生产中心向大西洋转移，改变了石油地缘政治的版图，也彻底的改变了全球石油供需平衡，使供大于求成为常态。那么这张图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个绿线是供给的能力，黄线是全球的需求能力。你看多年来由于美国页岩油的持续增长，使全球的供应远远供应能力远远大于需求的能力。那么我们再看这张图，左边这个圆饼图，这个圆饼图我们告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页岩油这么多年，从2008到2018年，全世界石油增长的量48%来自于页岩油，那么 OPEC 只占了35%，俄罗斯占了10%。那么左边这个柱状图也反映的是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就看最右手的2018年。那是全球每天需求增长，那个蓝柱子是全世界增长的量，那个绿柱子呢就是美国页岩油增长量，几乎完全来自页岩油。那么由于这个48%来自于美国的页岩油，那么就是 APEC 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有限了。那么2018年为例，全球新增石油产量每天是2217万桶，那么其中呢1650万桶是来自于美国页岩油，占74%。所以呢可以看出来，就是 OPEC 加不仅这个他们之间的减产不仅效果有限，而且给美国页岩油做了嫁衣裳。那么综合这两张图呢，我们给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呢全球石油供应能力大大过剩，二是全球石油供应能力过剩主要来自于美国页岩油的产量，第三，沙特、俄罗斯为首的 OPEC 加联手减产以维持国际油价不可持续。那么这是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自石油工业
这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恢复乏力，导致对石油需求增长明显放缓。我们看看这张图，这两张这个图呢，我们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自08年以来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始终保持在增长率保持在2%以下，而供给能力却大大超出了。所以这块呢就不讨论这一部分了。那么呢下面呢就讲一下石油价格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石油不仅是商品，更是战略商品，涉及世界各国能源安全。因此美国历来把军事、美元和石油作为重要工具和武器来影响和控制世界。在利用石油武器方面，特朗普做的不比任何历届美国总统逊色。直到今天，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只是个商人，他既没有战略也没有战术，只懂经济利益啊，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这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也有他的战略，他的清晰战略，但是这个战略是我们很多人看不懂。他更有非常明确的战术，这个战术就是不让你看懂。所以我们呢可以从他如何利用石油这个工具来实现他的政治经济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战略目标战略是怎么搞的。要实现美国再伟大，他必须有两个目标要做到，一是国内经济、科技、军事继续领先全球，二是他在国际上的主要对手必须要衰弱，甚至要垮掉。他选择他的战略之一就是选择国际竞争对手。他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一个两党极端对立而导致社会撕裂的美国能够统一起来形成共识，也就是把俄罗斯和中国作为美国的最主要对手来加以遏制和甚至是分解弱化分解。这是他做的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并且把这个共识列入到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他们说国际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官员很多口头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如何利用石油武器来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呢？首先他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那么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不受巴黎协议碳减排限制，来继续保持美国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的地位，从而呢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他自己的连任加分，使美国经济总体成本保持低，所以美国经济能发展。为什么低？就是原油和天然气成本低，特别是天然气。天然气在美国，页岩气在美国是副产品，是油的副产品，所以气几乎就没啥成本，所以呢带来了美国的电价低。那么包括其他溢出的效益，其他行业总成本降低，所以经济促进经济发展。那么第二呢，是以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地位，可以与 OPEC 一起形成世界联盟，限制制约俄罗斯，打击中国。这一点到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它正在部署。那么这里头呢包括几件事呢？第一个呢就是
挑起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仇恨，那么借机制裁俄罗斯，那么挑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争端，让乌克兰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借机打击它。那么另外呢，退出伊朗协议，限制伊朗石油出口，使美国的石油更多的占领世界市场。制裁北溪二号，让俄罗斯的天然气不能占领欧洲市场。我们看中美贸易第一轮协议谈判，其实中美贸易协议第一轮里的内容很多要实现那个贸易量或者是价格的话，很多要靠石油和天然气，要占很大比重。所以美国呢，这个页岩油啊发展改变了能源地缘政治的版图，为大国博弈增添了新的内容，涂上了新的色彩，是新一轮石油价格战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石油价格战爆发的第三个原因，也是第三个推动力量，就是俄罗斯和沙特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所以那么我想呢，第一个呢，先谈一谈沙特他们的考量和背后的逻辑。那先说他的经济上，沙特新的这个小王储萨勒曼上台以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2030愿景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规划，就是要这个让沙特实现全面工业化。那么他要把从对石油的依赖转移到全面发展新能源，发展制造业，发展矿山，发展新经济，甩掉对石油的依赖。那么同时开展了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规划，那么为此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有大规模的预算，但是需要石油这些年提供更多的外汇。为此呢，就筹备沙特阿美上市，那么用了四年多时间，由于赶上低油价，再加上美国页岩油的这个大规模生产，使它的上市之路非常艰难，花了四年时间，最后还是在本土上市，计划再用一两年在国际市场上市。那么目的呢，就是减少政府对石油开支的直接财政投入。那么另一方面呢，又我们看沙特连续多年财政是在赤字的压力下保持大规模投资的。2014年之后，油价下挫，石油出口收入锐减，加上国家建设规模加大，特别是他们带头参与在也门的这个战事，使沙特连续七年出现财政赤字，最高的2015年曾经达到1034亿美元，2020年预算赤字是498.7亿美元。那么沙特的在2014年之前，它的国家投入对石油预算的价格是80美元一桶，2014年之后调到了60美元一桶，也就是说，实现60美元一桶的油价，可以保障他们国家的投资的计划。低于这个预算，他就得要额外找钱。所以呢，在维持油价这个上头，
是始终是他们一个重要目标。那么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以外，他们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因素。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老萨勒曼接手国王之后，立即就改变了他们沙特王室王位继承的老规矩，废除了老王储，立自己刚刚满30岁的小儿子小萨勒曼作为王储。那么小王储雄心勃勃，致力推动国家改革和伊斯兰改革，制定了经济现代化的2030的愿景，并推动沙特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世俗伊斯兰转变，这些都受到了王室家族的极大的阻力啊，遭到了这个阻力。这就发生了两年前的小萨勒曼以反腐为名清理王室的大逮捕，几十位王子被逮捕。但要巩固王位，顺利交接必须得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因此呢，他和这个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女婿成了好哥们儿，所以答应买1100亿美元的美国军火，并且一起策划中东的主要战略。那同时呢，沙特知道还得要让世界其他大国不要反对，所以美国支持，其他不反对，所以分别他就分别与中国和俄罗斯拉近关系，和俄罗斯来共同调整在中东的石油控制，这个油价的控制，以及在中东的力量分配，与中国呢就保证给中国的市场供应。所以当一年前这个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被杀后，只有西方的自由媒体在揭露和批评，世界上各大国没有一个政府站出来批评。那么尽管小萨勒曼形象有点受损，但是呢他平稳过关，没有影响他的这个在沙特的地位。那么沙特对美国是非常了解的，他们知道美国并不是全听特朗普的，美国始终有一股力量想推翻沙特王室，特别是想阻止小萨勒曼成为国王。如何防止美国阻止小萨勒曼接班，甚至推翻他们王室，那么和要具有和美国必须具有和美国谈判的实力，所以呢沙特小萨勒曼也早做了部署和准备，一年前就通过沙特主权基金这个大量买空，在美国股市大量买空期货市场。那么再加上从这次美国股市熔断后，看看沙特从桥水撤资来看，这些都是早有准备的。我们再看看这次石油价格战发生之前发生了什么。一是小萨勒曼突然逮捕了他的叔叔老王储，还有另一位过去的小王储，和有一批王室成员，以及这些成员都是主管国家安全的成员官员，后来又逮捕了一批军队高官。那么这是大家知道的。那么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次逮捕当中还有五名美国 FBI 的人员，这说明小王储以前的预防性的布局是对的，也说明他们早就知道 FBI 参与了推翻萨勒曼的这个活动，这就使他感觉到特朗普不能完全保障他的安全，沙特必须有足够的筹码与美国各方势力博弈。那么释放 FBI 人员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要得到 FBI 今后不能参与推翻小萨勒曼及王室的承诺。同时他还不敢完全相信这些，他还必须让美国各方都认识到沙特
的能力，沙特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影响美国，这个伤害美国经济。那么在这次价格战之前还有一个细节也很诡异，也就是在原定的3月5日召开 OPEC 讨论新的减产协议会议之前，沙特最早的建议是每天再减少60万桶，接着又建议每天减少100万桶，开会之前又提出来每天减少150万桶，说明沙特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对于在石油行业的大玩家，对全球石油的动态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呢他也知道俄罗斯是怎么想的，那他这样做就是想令俄罗斯不快，来反对这个新的议案，进而开始大规模的价格战，直接目的是打击美国页岩油，令美国的页岩油大幅减产，它不减产，这个 OPEC 努力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呢，让美国承诺对其进行保护，并不能参与推翻他们的活动，并提供保护。那么这就是在从沙特这个方面影响他们决心打价格战的一些背后的考量。那价格战他们准备的都不是打一天两天，一定是要打到真正能够把石油结构重新调整，能够把美国对它的认可有更全面的保障。那么下面呢，我再说说俄罗斯的考量和它的背后逻辑。俄罗斯不是它是传统的石油大国，更是呢政治大国，针对美国欧盟长期的打压和多年的经济制裁，普京显示了高超的政治谋略和手腕，在国际困境中突围，屡屡得手。他以油气为武器，不断实现政治上的意图和战略上的布局。他一方面大力支持伊朗，并通过伊朗影响伊拉克，不让沙特成为这个地区的独家老大，同时又向沙特王室示好，支持联合减产控油价，使其在中东影响力大增。通过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给德国供气，那么通过德国影响和改善与欧盟的关系。在3月5号召开OPEC 第八届会议之前，俄罗斯是有充分准备的。虽然沙特、俄罗斯事前并没有协商，但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和对方的打算，因此在经济目的上他们是一致的，这就是要把美国页岩油打到它不能再生产，或者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联合减产这个计划当中来。仅靠 OPEC 加的减产是不能够维持油价的，但是呢，美国的页岩油不是美国政府能控制的，所以呢，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有通过市场的行为，通过价格战，而且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价格战，才能真正把美国页岩油这个摧垮，或者是让它大幅减产。打价格战之前，俄罗斯也有过认真的测算和准备，也就是说对他自己的承受能力和外界的承受能力进行过仔细的测算。首先，金融危机以来加上欧美制裁的原因，再加上2014到2016
2016年油价低油价的原因，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结构对石油的依赖度都有所调整和降低。那么二是呢，俄利用卢布贬值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截止2019年，它的外汇储备达到了5543亿美元。那么第三呢，大家都说俄罗斯这个石油成本比沙特贵，所以呢俄罗斯承受不了，其实这是我们外界的误解。俄罗斯的石油成本如果说全成本算的话，基本不比沙特低，大家谈的多是说它的生产成本，没说我们的勘探开发成本，我们的这个财务成本，整个加在一起的话，它基本上相当于和沙特是一样的。那么它贵的部分是什么？是俄罗斯要给政府交每桶将近$8的税，所以加起来总的成本显得比沙特高。沙特不给王室交税，因为它本身就是王室的。那么另外一个，这两家都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它的储量在，如果油价低它没有承受不了的问题，它需要的国家建设资金只是卖多少油的问题。你要油价高我少卖几桶，油价低我就多卖几桶，它的油在那儿，它随时可以增产，打击的是别人承受不了的。所以石油价格战开打后，俄财政部长就说，如果是石油价格在20到30美元这个范围内，俄罗斯今后6年的预算不需要调整。这就是给世界一个信号，就是说他准备打长期的。那么这是经济上，政治上看，普京有更大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要通过打击美国页岩油来打击美国经济，通过打美国经济逼特朗普出来和他谈。那么只要是特朗普就此事出来谈，普京在政治上就先赢一局。那么我们看10月这个31号，普京这个特朗普确实跟他通电话，两个人都说，哎，我们共同合作，要解决这个油价问题。那么其实呢，这是普京想要这个形象，但是后边他还会有手段。那么第二呢，他要谈就不是光是针对页岩油，他一定还有其他的目标，这里头包括一，要求美国页岩油加入这个减产联盟，但是美国政府前面说他是没有能力来决定这些油加入的，他这就要求美国特朗普采取其他手段，哎，压制这些油公司，否则你就不能活，我不救你。这是一个，如果这个达不成，他最关键的就他不会放弃。第二个呢，要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要求特朗普让步，这就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既有油的问题又有他们战略平衡的问题，他希望俄美在这个问题上要合作。那么同时呢，对俄在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公司不能制裁，那么他的对美国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以及他下边的贸易公司都全面制裁，那这一块在委内瑞拉他是有一个跟他讨价还价的砝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取消或者改变对北溪二号项目的制裁。那么通过这些，如果他俄罗斯不准备长期打，或者把美国打得比较受不了，他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说这两家自己在打，是啊，就是说沙特和俄罗斯在打，他俩谁先受不了，不是这个意思。是现在他们都针对美国要取得在美国页岩油上大家合作，
在政治上各有所图，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呢，他们在很多领域，在经济上经济领域，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政治上是各有各的想法的。但是呢，他们这两家都有一个问题没想到的，就是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境地，今天即使沙特俄罗斯同意签署新的合作协议，说咱俩不打了，我们这个减产吧，也不可能，也实现不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新冠疫情从根本上这个根本上把供需求的关系给搞没了。所以这也就是牵扯到了油价断崖式下跌的第四个原因，这就是新冠疫情对全球在全球的爆发。那么这个疫情方面就不谈了，我想只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全世界有名的咨询公司、投行顾问公司所有的预测，今年四月五月份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每天将减少1500到2000万桶。咱们看国际航空公司几乎全停了，很多国家也封闭了，所以这个需求不在了，减油价是没用的了。那么今年全年平均，我看的所有的预测，大概全年平均需求每天要减少300到400万桶，需求不增加，原来的产量又过剩，这要减多少才能够使油价上来呢？所以对油价的这个回升，不要在时间上不要抱太多的希望。那么这就是呢我们要重点讲的，说油价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讨论，跟周院长讨论。那就是时间不要长，不多长，不要考虑短了，最重要的还是看这个疫情。那么我结束这个讨论之前再说一个结论。第一，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是低油价的基础性原因。第二，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对国际石油工业具有更深层、更长远的影响。第三，新一轮经济危机将使低油价使油价持续低迷。周院，我现在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下边就把球给你了。谢谢傅教授。这个正像这个香槟院长所说的，站在月球看地球，这个傅教授这个视野就在是全球性的。不仅有全球的视野，而且还有详实的数字支撑你的分析，非常感谢。我想你已经回答了很多同学的问题。我想你也知道，这个很多同学和校友关心的就是这个油价。当3月9号这个油价大跌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进去抄底。前几天大家有同学知道咱们两个要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也跟我问我这个事情，我说我其实一点也不懂，这个全是副教授，跟副教授学习这些东西，也做了一点这个研究吧，为这次活动。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价格问题，也是我们这次就是在我们报名的时候呢，很多同学也问到了，有这个 EMBA27 的陈江啊 ，FMBA 2012级的方建呐、还有几位同学都问到这个，就刚才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抄底，不要急于抄底。那么大家可能下一步问题呢，就是说，在什么价格的时候可以考虑？我想听听你下一进一步的分析。好吧，这一段期间呢，咱们有一些校友、有些同学，确实问过我，是谈抄底的问题。我告诉他们，现在不是抄底的时候。当然了，这是一两个礼拜以前了。我说不是抄底的时候，
第二个呢，这个时间会这个在低油价，油价在低位上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我现在呢，给大家一个一个这个建议啊，油价在哪个范围内这个徘徊呢？在当前我说这 WTI 的油价，你们可以给它折成布兰特的，就是加个五块钱这个样子吧，四块钱五块钱这个样子。那么 WTI 油价20块钱应该属于这个比较低了，咱们说底呢可能突破20，但是呢在突破那个时间的维持时间不会很长，所以你多数人不一定能赶得上，只要在20到23，这是一个长期可以维持的油价。那么这个长期多长取决于疫情，大家盯着疫情，疫情如果持续往前走，这个价格基本就在这附近了，在咱们叫震荡吧。那么如果说半年到8个月，你说我能够再往后看，那么你想，不是再往后看，你说我要能挺，我的投资能挺8个月以后，这个绝对是好价格，20、23，这绝对是好价格。那么如果说疫情得到控制，比如说6月以后，有可能在25到30之间。那么这个取决于啥呢？疫情的这个基本控制住，然后呢，这个各国的生产开始恢复，就是需求开始有了，那么在30以内25附近，这是一个好价格。那么这个时间还要持续，可能得将近小半年，三四个月是肯定有的。然后你再考虑生产全面恢复以后，这可能还有到30到40之间。那么这里其中还有个什么原因呢？光看这个不够，还看页岩油。咱们说疫情控制住了，你们看美国页岩油，它的产量仍然继续增加，还没有办法，还是在低位。如果它的大批企业倒了，它的产量大幅减少了，我说那个价格就可以往前走了。那么再往长看，大家要考虑美元。如果美元咱们看说一年后要是走跌势的话，油价也会往上走。那么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如果从不说打架，说石油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油价应该在40到50。如果高不可持续，就像说达到80，为什么？就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上的速度一定非常快，它现在这个油价抑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我给大家提的呢，大概就这么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好，谢谢傅教授。我希望不知道这个您刚才这些发言会不会今天就影响到这个世界的油价，因为但今天这个是全球直播。不是，有可能有石油分析家在听我们的讲话。你放心吧，油价只能跌不能高，它是震荡的跌往下走。OK， 那个好，谢谢这个。那么还有同学呢，肯定是刚才你分析的这个市场变动对这个俄罗斯、对这个沙特、对美国的这个影响。美国的影响，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沙特和俄罗斯对这个。其实面对针对的是美国的页岩企，那么我想你也听说了，这个美国的一家石油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了，叫 Whiting Petroleum Corporation， 惠廷石油公司。但是我想大这个除了这些大国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国就是咱们中国。那么中国呢是咱们世界上我查的资料吧，是最大的进口国。美国呢又是最大的，既是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所以我想很多同学呢也都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就是这个油价的震荡
对咱们中国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中国这个时候应该增加储备？特别是像这个我们 DBA 四期的顾京同学特别这个关心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增加储备，因为中国是大的进口国嘛。还有其他的很多同学呢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总裁四期的朱凤涛啊，FMBA 的赖菲菲啊，还有 EMBA 二十八期的余力啊，都是类似的问题。希望这个副教授给我们指点迷津。对于这个油价低，对于这个石油消费大国来说，它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它会帮助我们这个总体上降低我们国家的经济成本。那么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个困难。大家都比较清楚说，哎，那我们就多买吧。你多买这个时候不就行吗？现在呢，这个道理这个很简单，谁都懂，全世界都在做同一件事儿。然后那个特朗普现在想帮助美国页岩油企业，说第一件事就是要增加这个它的战备这个战备储量。那它这个目前呢，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储油能力都很快就被消耗掉了。这里包括管道，包括这个仓储，战略的和商业的，现在呢已经如果这么就是这样走的话，大概用不了一个月谁也储不了啥了，全满了。那中国也处在同样的这个状态。中国呢是在这个低油价之前，大概我们60%的储量是已经饱和了，然后呢再有这40%呢就是很有限了。咱们中国特别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春节加疫情，我们所有的生产都停了，所以罐儿啊什么都满的倒不出来。这是跟世界也差不多啊，这是一个。那么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呢？我们可以做。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油储满了，现在很多贸易公司就租油轮啊，这个油轮上一个2014年2016年时曾经有的这个租了原来预计8个月，最后呢是搞成2年亏了。为啥呢？它油价它不涨，它预计它能涨多少它就不涨，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石油公司呢比较谨慎，那么很多是搞对冲。像中国是一个纯进口国，可以不考虑这些因素。就是说是贸易公司呢，它时间长它受不了，它现金流压力太大。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油轮是300万桶，那么300万桶光油轮租金不要紧，光是这个油钱你要放着2年不动，它的 cash flow 基本就给压死了。但是做国家是可以的，对吧？那么这是一。第二呢，我们要尽快的把原来储存，因为咱们是生产恢复走到前面了嘛，尽快的把这一批消耗掉，然后呢就大批的再进，尽管会这个高一点。咱们国家只要30块钱的油价你买到，你就不用担心，对国家来说你不用担心。再一个呢，买大量的期货，不是咱们现在罐满了是指现货嘛，要大量的买期货，期货要保持在30块钱左右就要敢买，这从国家上来说是可以的。问题呢，你作为企业它很难，企业它要需要大量的现金流，现金的压着里头，你不是马上你就能够这个拿出来的。所以呢要由国家和企业来大量的这个买未来的期货。那还有呢，我们考虑美元，考虑美债怎么样 swap， 特别是那个美联储这次不是这个放水里头可以这个把他们美元货币化吗？
那他又给其他的央行提供了机会，你可以把你的美债卖给我，你变成美元，通过这个来转换石油。但是这需要央行去考虑。嗯，好，谢谢胡教授。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有一些就是说，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在石油产业这些行业，对国企啊，在石油中国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国企、民企、外企，这次的这个震荡啊，对不同的这个所有制度的公司，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可能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咱们国企呢，大家都知道国企，我们的国企就石油公司啊。石油公司它的平均，中国的平均成本每一桶可以到50以上，55到甚至到60。那么就说国际油价低，你的生产是不合适的。那么大家都说，那我就不生产，我买就行嘛。这个道理简单，实际呢在国家操作层面呢有很多困难。比如说你如果这个职工全都停了，不生产了，我花节省的钱我养它都没事儿。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油田如果你有半年一年你要不生产，它那个设备就完了。所以呢咱们就是保持高成本上啊，你还得要生产，可能你的量少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我必须生产的话，国有企业应该大量的买30-40块钱油价的期货，然后来稀释我们国内的成本。就是我既要保持我这块的人员有就业，生产能运行，又要把我成本拉下来，这个要用好这个机会。那么对于这个民营企业呢，上游企业少，上游企业主要是服务业是最难过的，因为油价这一低以后呢，这个石油公司的投资就低了，投资一低它的活就少了，然后把服务公司的成本价格压得非常低，他们就非常难活。所以服务公司这全球性的必须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然后来给这个石油公司提供服务。那么民企里更多的是炼化，是下游。那么低油价呢，应该说对他们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呢相应的来说，由于需求不振，再加上中国的下游产能过剩，拼价格将是一个未来的必然的趋势。那么大家谁死谁活，能活多长时间，还是靠成本竞争优势，必须在成本上下功夫。好，这个我再问最比较后边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次石油价格这么跌，实际上对新能源的产业是一个打击。但是呢，我们不能光看这个经济效应。其实我也了解到，就是这个汽油，特别是航空业，对产生二氧化碳的一个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次的石油价格的下跌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新能源的使用，新能源的这个竞争力，这样的话就可能对整个我们生活的地球造成威胁。我想谈，就是你也是这个联合国社会这个联合国企业的组织的这个中国区的这个名誉主席。对，那个联合国企业里边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环境的保护。对这一点我想也请傅教授分享一下您的见解。这个我跟你的看法非常一致。低油价对这个新能源是一个压制。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能仅从眼前看，我们一定有战略眼光。那么战略眼光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要始终把能源独立或者能源自己作为我们战略目标，而且这个战略目标是随着中国未来不断的变成经济大国，这个过程中
没有能源自给能力是做不到的。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又是习主席提出来我们要绿色发展，我们要这个生态文明，这是未来全球发展的趋势，和我们说气候变化呀，联合国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协议呀，这些东西是一致的。第三，中国在新能源发展上基本上是走在世界前面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成本这些年大幅降低，已经有非常好的竞争力。如果油价在50块钱，绝对有竞争力的。那我们从长远看，现在这个机会对中国来说，我们要恢复经济，咱们不是搞大基建吗？这个大基建咱俩讨论过，我们不能再到过去呢啊，新基建，这个新基建要把新能源纳入进来，这是既解决当前的投资项目就业啊 GDP， 又为未来的战略目标提供服务，这应该大发展。谢谢这个副教授，这个讲的都是从很综合的角度来讲，这个我想这个是传统商学院所欠缺的，正是我们这些企业家所具备的。看问题一定要站在全球全局的立场上看，站在长远的立场上看。这个我想这个十元能源自给的这种目标不光是中国有，刚才这个副教授也讲了，其实美国也之所以有很多行动，也是想达到这个尽量达到这个能源自给石油自给的这个目的，但是也确实是全球呢是一体化的。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现在大家说这个全球化可能结束了，我想是旧的全球化可能要结束，可能全球化要用一个新的方式，重新在我的这个理念叫再全球化，就是很多问题全球面临的问题还要全球人类共同的智慧来解决。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很希望副教授继续讲下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超时了。这个我想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呢，副教授在我们这儿呢还担任这个大型企业治理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这个现在从事处理他的这个很多思路来做一些研究，特别是对这个各种企业的管理问题，大型企业包括他们跨文化的管理、跨文化的经营，我希望这个欢迎大家来长江，跟这个副教授深度交流。今天呢，我们请的是曾经是世界500强这个大国企掌门人副教授给我们的分享。下一期的这个长江大讲堂的嘉宾呢，我们换一个，是我们新生代的创业者，他是这个长江英文 MBA 2010级的校友，大家一听可能就知道他是我们这个 VIP Kid 的创始人，李伦娟，英文就是 Cindy Me。 他创立的这个 VIP Kid 呢，去年的估值呢已经超过了200亿人民币，是全球在线教育的独角兽，他本人呢也是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下期跟他对话的呢是我们长江商学院的李阳教授，他呢是以前是这个，他是毕业于这个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博士，现在呢在我们英文 MBA 呢担任这个学术主任。我相信呢就是他们的对话呢也是非常精彩。不好意思，今天这个时间已经用完了，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讲堂。副教授，我想纠正一下你的开始时候的口误。你说我是在这个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个是不对的，是中石化和中海油。中海油，对，不好意思，谢谢。好了，谢谢。谢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副教授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为今天的这个讲演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副教授，再次感谢我们的同事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知识机构新浪财经、微博教育、腾讯新闻、中国澳大利亚商会，期待下次跟大家再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在线的老师同学，谢谢周彦柱。
嗯，